OK，同学们，就我们来看这个三年级数学活动本哦，来到这个第33面哦。那么活动题这个是4位数以内的乘法，所以乘一乘哦。所以通常之前如果你有看这个老师的这个视频的话，那么就是我们从这边开始做起哦。那么300、339、326，OK，到这边哦，4624。414,56，OK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做？那么就是因为你直接这样做，那么意思是可能你会忘记加这一个哦，所以414,56，所以这边是六，432，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哦，所以27,14，250,11，所以这边11，2245。212，OK，这样去到 B 项啊，这个完成这个乘法算式哦，所以我们通常把大的写在上面哦，就说这个比较大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这边是这样写哦，428、414、432，所以就是这样哦，记得写这个横式哦的答案哦。OK，第二题，627乘以5,57,35哦，520,11,12,13，所以这边是三，56,30,31。OK，接下去到第三题，OK，我们把这个324写在上面哦。那么乘以这个八哦，84,32，826,17,18,19，823,24,25，所以这边是2592，那么这边可能忘记写刚才哦。OK，接下去到这个比较大的号码哦，所以乘以六。6954，616加五就十一，6424,25，616,78，所以就是这样哦，8514。OK，这个是三年级数学活动本第33页哦。OK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在这边subscribe 哦。那么这里是你可以看一些有关系的 video，那么在这个 video 下面呢有这个 description 呢，那么你可以点击它，那么可能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哦，可以下载 APP 或者是下载答案。